优势的是直接可以想起九命影啊，玩不了。哎，不是，我这个不是，感觉你不是玩辅助的感觉啊。我觉得很简单，第一个就是艾罗迪意识到自己问题了，那我们下次就这样去做更好一点，这是最简单的。第二个就是，如果我们在这个点上面卡住了，那我觉得你知道辅助怎么玩，那艾罗迪也是打野出身，他这把本来就是补位，我们对他要求不能太严苛了，然后他慢慢进步，那我们就让艾罗迪去打野吧，你去玩把辅助，怎么说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玩正常辅助。对啊，我觉得你可以去玩辅助，就是艾罗迪玩打野有问题吗？我们已经试过了，实际上，但是我那把玩的不怎么你试好，过吗？我整了个 B 巴德，就我那把其实我觉得玩的不怎么好。但是，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我就觉得艾罗莉就是帅哥肯定是不能去打野的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如果说你想玩上路的话，让帅哥来玩 AD，我去玩辅助，然后让艾罗莉去打野。不是，我没错，我辅助都来了，打野都来了，AD 都来了，我不会啊，只会玩上单的打野豹女啊。要不真的玩一把我 AD？我不知道我会不会，我可以不可以？我试一下，你要玩什么 AD 帅哥？我看我有没有一辅助可以配你，不是，我是只大会概你们玩吧，打几个 AD。我只会你们野辅吧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是你 AD 来指挥 AF，肯定有会指看挥他吗？啊，我是应该是对线优势的主会，应该能指挥你们的，我觉得是。不留言。下路龙月的，灰烬也去打的，好，第三季都是灰。我打这个蓝可以去看。我蓝 buff 打红，可能我一打一打不过他，给你们来，我才能打得过他。他们如果动不了。要辅助去下半野的话，可以去看他们红 buff 了。他们红快的，红快。他没打的。往下，他三组也往下走了呀，在这。我直接去他蓝，他抓上了，他们打野在这。我去打他们蓝，你随便进啊。下路能节约吗？下路能节约吗？可以的，可以，你直接来，现在已经进来，你必须得来，你必须得来。慢慢推，再慢，等你看这个线，已经进来了。我来扛，我来扛，我护盾，我来扛，听我，我来扛。等我。萨米拉，别急，三哥等一下，萨米拉。来，慢。再扛，OK，出来，我出来了。哇，自己太菜了，我还可以。别，要逼的，要逼的，你可以回去下野。我要逼的，我没状态的。你回去下野，回去，这样，你们不，你们自己走，我偷一个，我走啊。偷一个走。有眼，我们 F6应该有个眼。你站后面一点，别给 JP 啊，啊，拿了，真拿了。我有闪，不用找闪，不用找闪。你这种时候在要站后面的，别给机会啊！我想压他们。他们越的话，我带。他们三个人打不过我们的，其实。怎么硬来啊！我靠了。啊。还行吧。我不知道他们中单野了，他们三个人是不可能打得过。你要吃经验，你要六的。我知道，但是我想让你早点留，我们就可以二打三了。我是这样想的，你六级，我们二打三随便的。这种不好，这线不是他 A 吗？这种不行的，他不能 A。中路逼，中路，我逼。他在打红 buff，他们打。大哥，你再扛，你再拉出来一点。我来扛。不用。A 把，很好用。这样逼了吧？算的太惨。你说呀！大哥，你慢点，我把他眼排了。不是，你像赤龙就说呀。我不说自己打，没眼，你吃吧，他没眼，他不会来，他不敢，没眼。我吃完这个龙，我想进他们蓝。可以进。不用越的。不越，我点塔。OK，我接来。看一下我一过来了。我得去看线。没事。哎呦，这他妈空了。不管了，我来下的话慢一点。我扛，简单有踢哦，再帮你们。哦，不往上走啊！我要打逃走。我在想办法做事业。我先帮他看中线啊，别急啊，我先看中线，我中线看完我再给你去。我两百王大，不用管我，我可以自己，你可以一直跟他玩，我需要你喊你。行，有点危险了，中路。他们双路 miss，大美在这里。他们在中，打野在这，打野在三郎。你这里有吧？我有大的。我
我可以 solo 逃脱。你 solo 呗，你 solo 吧，他们中路来不了，他们没人可以了，他们没人可以了，你 solo 吧。可以可以，我就在中路看着他们就行，你玩你的。我装什么呀？没事。可以压中，可以压中。他们 AD 都安全，都安全，都安全，都安全。点哪呗？点呗。他们中路没人，就两个。我要约他，我来扛，我来扛，我来扛。nice。我去下了。他们大还在上那他们大还在这是吗？哎，在在在在。可以弄他，可以弄他，他一个人的。nice nice nice。红蓝没闪。好跑好跑好跑，我谎报军情了。回了做上半区吃先锋。我中路可以撤一点，来。我会看机啊。我闭了，我闭了。来吧，放先锋碟，我打标吧。哎，他上 DOTA， 他关你吗？我状态不是很好，我可以被他关，没事。关不到，我没踢的。DOTA 他，可以控他，你可以控他。我拉了，行。太不在下路，我闭了，我闭了。推下路，推下路，推中，我闭了，提中。直接推上边，我先锋。哎，能不能？打塔 A 了，我想再撞一下。行。太晚太晚太晚，追他追他追他。没大招。杀。五秒大招。转中呗。我跑玩手机去了。有大，有大的，他一直没关出来的。谁刀谁啊？关他了，打不了我。A塔。没蓝了。杀不了我，杀不了，看一下我。我大好了。我要颠勺了。我挡了。可以。我挡了。哎，我想颠勺。你干吗？我在找机会。我操！啊！哈哈，顶好我，能救我吗？打他！Nice。对线跳啊，微笑推微笑，这样的时候你不能推线，优势的时候你一次都不能 A 动，你想控制线慢慢折磨他们是吧？肯定是啊，这样我们是可以二 B 三啊，这样啊。我知道我的想法就是因为我看到他们打野的位置了，我觉得我们在塔下一直 A 塔加点他们人也可以，因为我寒冰我这个虫子能一直 A 他们，他们 A 不到我的就白嫖。你小位置你弄更多时间帮打野的，对吧？打野是应该是，我知道你想玩的再慢一点，就我这种玩的是有点急了，因为我感觉对面有点菜，就我想提速，就正常五 v 五对面厉害的话是得慢一点，因为是这游戏优势是要慢慢滚的，不是一下就那个，就是我懂你意思。是，就比如说我们一样的效率一样的时候，我们上路玩输速的话，我们打野下面可以，我们是慢慢推到可以二 B 三的这种形式。嗯，但是对面确实有点菜，就是确实。